陳子午是一個傳奇人物，其實是一個大細路，又喜歡追求新鮮感，跟他一起好沒有安全感。安全感是自己給自己的。原来呢，那个樽真是有意思的噃。呢个游戏之所以好玩啊，完全因为个过程。答案一撬咗咧，就当堂冇晒 feel 噶啦。你台湾个龙一嚟都揾你啊！我已经有计仔，不过要你帮手。一、六、二、三，林，你唔使旨意收购我哋公司，即系点？我哋喺外国揾个打仔翻嚟，系要靓仔过佢，身材要细粒过佢。打要打赢佢，咁就一定激死佢啦。Mr. Chen， 成龙作品《玻璃樽》，农历新年盛大公映。挥动前赴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。欢迎光临澎湖湾民宿。手坏了，你这里治安很好。一切随意，随性，随便，随便。啊！你为什么连大便都不关门？啊！我这什么鬼地方？相传有缘之人捡起一个石头丢进那个心里面，你就会看到你这辈子的真爱。啊！谁？出现在你面前。为大家展示的是正宗刀削。嗯，我们就这样牵着。你该不会爱上叶芬芬了吧？芬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只要一句话，我们的世界就可以变得不一样了。我绝对不会放手，相信我。就这样牵着你的手，就这样亲吻你额头。就这样看着彼此，如果你把他拉进大海，就不可以放手；如果你遇到真爱，就不可以落跑。那一定是